我们介绍最后一位实习小伙伴陈若愚。老实说，背后的人是谁？人脉也是实力的一种。你们不要忘了，长河只会留一个实习短阵子。哎，在洛卓的字典里面没有尊严这两个，律师处理的从来不是正义，是人性。要我监视方律他们，要是连自己全部都保不住，怎么帮当事人争取？你够格当个律师。 5月5日起，周日晚间9:30，最佳利益。